来，幸会幸会，你好，你好。是呀，要多走动走动。是呀。哦，对不起。是吴教授啊，今天机会那么难得，来，咱俩喝一杯。哦，对不起，你是？你喝完这一杯，就能知道我是谁了。来来来。来来来，干了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没关系。哎，吴教授，你别走啊！这位小姐，我们出去聊聊。十秒钟以后，你体内的毒药就要开始发作了。快把解药给我，要不然我让你也走不了。这就是解药。快给我，你信不信？我一枪打爆你脑袋！给我，你快把解药给我！还是冒汗了吧？这是发作前的症状。你快，快把解药给我！去死吧！以后不要阻止我执行任务，这是给你的警告。十分钟后，药性会自动解除。什么？什么？先生。什么？这么晚要麻烦你了，我胃不舒服，你能不能给我煮一碗面？好的，我这就去煮。刘先生，您的面。你是谁啊？我怎么以前没见过你？
我是来顶小红的，她这几天发烧感冒了。啊，这是沈妈下的面，让我给您端上来。好，哎，放着。组长，对不起，行动失败了，我失手了。别冲动啊，我给你还不行吗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不是，你轻点轻点，我的胳膊可不是萝卜做的啊！少跟我耍贫嘴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没人派我来，我是单干的。小偷？什么小偷啊？不是，谁是小偷啊？我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劫富济贫、神偷一刀罪猫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从来不偷穷人的。不偷穷人的钱，哼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不是，你得打听打听啊，江湖上啊。好，不过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，老实人偿命，别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，好好做人，听到吗？不是，你先轻点轻点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干这，我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？我也不会别的呀。好，我给你指一条明路。去浦江码头找许爷，就说是郭小姐介绍的。什么路子呀？